据台湾媒体报道，伴随着无数人成长的54岁日本知名 AV 男优，有黄金手指之称的加藤鹰，稍早在日本宣布将在今年12月31日正式隐退。此消息一出，很多人震惊。加藤鹰表示，他的人生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为他在日本家乡秋田县出身，二为他进入 AV 界26年的人生，三则是想做自己的事，所以想离开这个圈子。曾与8000名 AV 女优床战的加藤鹰是亚洲成人电影史上最有名的男演员，2012年更以参加电影《蜜桃成熟时 33D》引发话题，招牌的金手指也喜于供媒体拍摄。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